呢是我们的上帝依靠组哦。然后呢，他们的指导老师是我们的徐子怡老师。上台表演的小朋友来，请上来。他们的乐器呢最大最重。我后来发现这个真的乐器真的，那你看他们的乐器哈，其实非常斑驳，有没有看到哈？这个乐器都是从 A 团淘汰 B 团 ，B 团淘汰给 C 团的。那你说为什么 C 团该用这样？因为这些乐器都非常贵，这些乐器上帝一号的乐器都非常贵，所以这边的乐器都是由学校来买的，由学校来买的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参加的表演的小朋友：陈千瑜，重哈，廖冠伟，好，张雨萌。好，蔡金忠、黄亮杰 ，OK， 还有我们帮忙斜眼的小朋友，也是真的是阵仗非常大。刘丽琴、周瑜凯，很生病哈，最近场面都蛮多的。还有 B 零哈，林嘉瑞，好，曾博元还没来啊，徐博元，徐博元，我好，还有周念言很可爱，看起来像小叮当的那个，那个是我们徐子怡老师哈。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带来两首曲目，一首是《装饰大厅》，一首是《神鬼机》啊！来，掌声欢迎他们。Thank you.